基于这项研究，可以将光子大科学装置压缩到桌面尺寸，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。 算力可以达到每秒钟11亿次，主机性能位居全球前十，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，成功进行了天舟一号货运飞船、天津一号卫星等多次在轨实验。